啊，相貌端严呢，能受着一切人尊敬恭敬，选到这么一个人率领人民，再来连我们国家选到这么一个人，这人是什么样人呢？行六度的菩萨，他要求太高了，不思淫辱，寂静就是禅定，禅定戒律四罗，我精进如猛，难行的能行，还行苦横。要找这样一个王子，就是他能够慈心，能够行布施，这个调伏不是调伏别人呢，调伏他自己性情，不要粗暴，不要粗暴，还有遵守法律制度，在我们佛教说叫戒律啊，在社会上你得遵守法律制度，遇着危难了，荣民不退堕，得荣民精进，人家做不到的事儿，你能去做，就难行苦横，能行。我的这种人可能都很难都选上啊，要这样才能够当领导，才能当国王。还有秉性存子，性情非常存和，性子非常好，内心呢常怀慈悲，博学多才，备受敬意，这龚晓明啊，菩萨的五明，不但具足六柱，还得具足五明，这叫五明菩萨，有何忍辱，庄严他的心。这个还不算，他必须得大非所生的弟子。皇帝呀，他原来的正妃呀，正宫国母啊，这是那国王那旧时代说的，偏妃生的不行，选这样的人，选上了之后，一炷妙香，熏清净水，调和冷暖，沐浴其身，还加种种的上妙的香，来庄严的，所有穿的衣服啊，都经过香熏的，拿香去熏的衣服，凡是这类的王国王，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啊，都是居住满法的，这个法中间有个法籍，你看咱佛在中间都有个法籍吧，我在西藏看见四品以上的官，四品以上的官都得留法籍，法籍里头是什么呢？是个佛盒，西藏叫搞物，那里头一个佛盒，佛盒里头是释迦牟尼佛像，那这个法籍当中，那也是庄严的，说起冠设其手，它是个如意宝珠，这样的才能够选上当这国的国王。又以种种摩尼珍珠金人供所合成，而当嘛，咱们看见那些个少数民族，特别大家看见西藏什么戴那儿，男的啊，不是女的啊，这个耳当啊，极品，戴好大，镶什么样珠子，得到一品大员，才能镶的最好的，像大的，两个金圈挂到耳朵上，很难种的啊。
他穿的靴子，啊，也大家看着那班禅穿的靴子，到咱这儿来过，都得拿那个，都单定做的，拿那丝线绸子织成的，织成的，嗯，不是一般的鞋的。那上头呢还有宝盖宝鞋顶，嗯，一些天仙说护持的做，天仙来给他护持做。取入天地共许的共成的护持三角阴沟的枢纽大殿等先王所生之座，这个只是说了过去古来也没有，中国是没有，但是这是形容天王的。所以西藏人戴耳环是根据这个来的，根据经上所说的，嗯，这个上头一看到耳环就知道官居极品，他的品位啊在耳环上就评的。就咱们满清王朝不有这花翎吗，带野鸡翎子的呀，嗯，你看他插那野的翎子也能分几个圈儿，就孔桥那个有个三个圈的，那就是一品大员，这圈越多，嗯，就那孔桥翎啊有几个圈，那圈越多的品级越高，嗯，还有他们骑马，马的向下挂翎的，挂翎的，但你们可能看见过，啊，挂两个的，那得三品以上，挂三个的，达赖喇嘛，别人不学，处处是那个阶级限制。穿衣吃饭，嗯，都有一定的，嗯，那是少数民族，那大活佛尿的尿他们要喝，解的大便他要吃，咱们看见恶心的很，嗯，这是不是迷信呢？这是。它是历史传下来的，现在这个现象上是少了，当然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形容着古来的阶级性，这段文字形容古来阶级性。嗯，大众大臣选来也，接了王位了。靠近一切天地，通神的了，玉皇大帝呀、啊，龙王大帝呀、啊，药叉神帝呀、啊，阿舍禄帝呀、啊，都是王，八部鬼神的王。嗯，周遍国度，把人间跟天上是结合起来了。而刹帝利王，王四大宗姓。嗯。刹帝利王，要是宗主啊，印度到现在还没放出种族制度，老百姓心里头，嗯，凡是杀猪宰羊的了，这都是贱民，贱民，他还叫分别的，嗯，但可是人民国家了，人民国家还不行，如果大家到印度。朝圣过地朝圣的地方都可知道，嗯嗯嗯，是吧，乃至珠宝箱上，嗯，一切的珍奇宝物，就是大多数金与人吧，嗯，对，嗯，帮这个叫向新王主愿丞相降岁，嗯，都要找那个贵族的进行的波折多才的婆罗门教，婆罗门也无量种微妙赞颂歌种地德种种善事咒怨与王
一柱吉祥，善撒王鼎，撒在王的头顶上。这个时候，贵族的那有才华的人来供养这国王。那大多数那时候国王都是菩萨化现的，因此才有这种的成就。佛在赞叹地藏王菩萨功德当中，战胜的意思是以这个地藏王菩萨觉吉祥，说地藏王菩萨的吉祥的愿加持这些个王，咒怨这些个王，这是所说的吉祥言辞。先王所送的希望，贵族博学多艺，性子贤明，随心所应，是种种紫位官僚礼助王室。这登了王位了，他还要奉献个贵族啊官吏了，他找那个公正贤明的，这种贤明的官吏在我们中国古代还是有，那有些奸狡的奸臣也学习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看着历史，周公旦就是周王的呀，他一个叔叔辅助他的叫周公。他接待一些个国内贤士，他正吃着饭呢，说有一个贤者求见他，他就把这个饭呢吐出来去接见人家。或者正洗头，说有个仙来求见他，他就手握着头发，还没就干就出去会见人。在咱们中国古典呢，就叫周公吐沫勤劳事，叫周公旦。有人要见他，为了国家的事操劳，他可以把饭都不把饭咽下去，吐出来，不耽误时间去见人去。正洗着头呢，把手头发拿手攥着接待人，表现得很贤才。屈躬下士嘛。后来在汉朝有个王莽，也做宰相。那是他女儿的孩子，等于他外孙了，做国王。小孩嘛，他扶着他，他也学周公，也是唾落秦王室。到后来啊，他把他篡改了，把他小时废了，王莽篡位嘛，就是他就当皇帝了。他最初呢也学习周公，所以周公吐沫勤劳日，王莽谦恭下四时，王莽也见着人家贤人，也是学周公那儿。假使当年申辩死，说王莽如果在那时候就死了，一生真伪有谁知啊，真的假的谁知道呢，用这两字词骂曹操，形容曹操，曹操奸诈，他也学周公，后来他把汉朝给篡改了，成了魏朝了，北魏就是魏朝。这些个跟现在的对比，跟古来的对比啊，那些个国王的有德的人，有他国军队情了，他不用战争方式，派一个人跟他去交涉交涉，就是咱们现在的外交和谈，不表现战争的场面，就是以这个说服人，都互相不侵害，互相和谐，就盛世
圣是说那个时代呀、啊，非常都是贤圣的时候。以令下冤有冤的乐有，能为害者，皆能天灭，都不用打仗，直接就消失了。捐出自国的一些黑品，就是黑道没有了，全是白净的，那增加国家的白净品，这都是形容词，形容着好的时代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叫王伦，不是佛伦啊，王伦。善男子刹帝利灌顶大王，成就入世的第一王伦。由于此伦与自国土难乐住，这国土非常的难乐，因为他的德一切冤的乐有都不为害了，而守护增长寿命。这一段呢，是举的比喻，佛比喻给地藏菩萨说的。佛这一段都是佛说的话，佛比喻当时社会上是什么样子，好的社会，佛出世的那些国王都是行大菩萨、大菩萨护法的四仙国呢。这是好的时候，善男子啊，入世着哪无着哪是啊？说和佛土，空无佛事。说现在呀、啊，无着哪是，皆作烦恼，烦恼作众生作命作，这叫无着哪是啊？说和呢，就是说不思见啊，是说佛的果度啊。空了，没有佛，佛涅槃了，弥勒佛没降生啊，空了。这个时候的众生可不是圣世的时候了，所有些众生心中随眠缠垢，随眠的垢缠。什么叫随眠垢缠呢？随眠垢缠就是一切的烦恼，烦恼的种子，烦恼的种子。我们大家学戒律，看在一切有部律中说，贪嗔痴根本烦恼叫随眠。这个随眠是一切根本烦恼缠缚你的垢眼垢业，这个就叫随眠缠垢。随眠缠垢，因为这一切有不利说的很多很多的，就是形容佛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说众生的相，众生是什么相呢？烦恼相，烦恼相。这烦恼相啊，就说是像前头讲的果度，果度有烦恼相的果度，有吉祥相的果度，像咱们形容的有吉祥相的果度，说这种盛世啊没有了，没有是什么事呢？五浊那是眨眼的了，这个时候果度是空虚的，这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呢，所有的烦恼种子和烦恼的现行，说这都叫随眠，随眠禅法。经里头说是随眠禅法的，有时三种的，有时候六种的，有时候七种的，有时候十二种的，乃至最多十八种的。
但是这个都是名词了，那是一些名词了。所有众生为了自心呢，随烦恼缠垢。自君、他君、恼害侵扰、愁忧扰乱、欲明，思想愚蠢的很，愚昧的人，欲明不难，那怎么能难呢？军队常常打仗，咱们现在更多了。火灾呀、水灾呀，一天惊心吊胆的。这时候执着一个断剑，一个长剑，无量的执着，断那长啊。斗讼为争，互相争啊，互相不和呀，委屈着不和呀，斗讼打官司啊，互相轻蔑。你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你，就这样子。大国欺负小国，小国不服气，也跟大国斗，起着贪嗔痴、谄妄这些个言语。这时候是什么时代？具足了十种不三业道，这就是十轮。但十轮这是讷轮，讷轮，特别是无执着，执着就是看不破、放不下，执着什么呢？不是断就是长，不是断剑就是长剑，由谁而发生的？常时这样想，我有时候也当过军人，我也跟军人谈话，等斗争时候思想什么状态啊？当你上战场了，你这个军人你不能不上战场啊，思想想什么？那个炮火没响啊，恐怖。还是害怕，炮火一响昏了。反正我不向前冲就被他打死，我不打死他，他就打死我。这一个念头，战争、战胜，有互相轻蔑、互相仇视、互相仇杀。所杀的人呢，并不认识，没有怨也没有恨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现在你要杀我，我一定要杀你。你看谁的力量强？这就是无量执着。你杀死我，我就断灭了，你就长存了。我杀死你，你就断灭了，我长存了，就是断剑二剑。互相轻蔑，谁也看不起谁。互相瞪树的事儿就太多了。十色业呀。具足十讷业，执着有情，纷扰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执着的，人人执着，所以这一切有情，都生活在执着当中。成就了种种烦恼疾病，这是战争，还有病苦啊！病苦怎么产生的？烦恼来的，相信吗？咱们看见六根不调，四大不调，你找找他的什么原因吧，烦恼来的。烦恼怎么来的？烦恼是无明来的。
无名怎么来的？有你起贪心、起嗔心、起欲字心，不很明的、很明了的，让这些东西就把它障住了，障住就不明了。在这时候，一些众生他不思念真实的正法，把正法的位切掉，就是切掉正法位。看见做好事儿、行善道的，哎，他有机会回谤。看见那个仇杀呀，乃至于干什么，他要赞叹，他赞叹随心。他不赞叹人家修善行，他对一些恶行可赞叹随心，那就是人类奖励的互相的战斗，奖励战胜者，轻蔑战败者。大的事咱不说，战争不说了，打足球、踢足球、打篮球，专门都是斗争啊！哈，你要打赢了，给你奖励，给你干什么？你打输了，没人理你了，完了以后还不愿意参加了。鼓励什么呢？斗争。这个产生了纷扰世界，产生了种种烦恼。你看那个赛跑的和干什么的，那个在那个那儿表演赛的时候拼命啊，我特别踢足球，我那不是太野蛮了呢，把人一撞一路跟头，我坐起来我爬起来再干再打，那不是烦恼表现吗？烦恼级别愤恨妖闹，我心里头胜者欢喜，败者就忧愁了。但是他有正有败啊，他能想到是正法无争无言无浊，这得找气舍掉了。机会善行，做好事的反倒受人家谤毁，逢人讥讽你毁谤你，作恶的受人家捧，受人赞叹。你说这个世界不是颠倒吗？这叫邪轮跟佛轮的差别。没有说法乐法喜呀、啊，那个滋味很少，法少。所受的呢，种种烦恼，烦恼的像罗网一样的把你覆盖的，这就是整个的娑婆世界。就是这些个执着众生啊，执着众生，在这个世界上成就种种疾病，种种病，病从什么上来的？他说法由心生，人经常说种种法种种心，心生在法生，法生在心生，心灭在法灭，是正法位。人吃五谷杂粮，你这肉体当然要有病啊，病由心生。那病医生嘛，有病找医生看，烦恼病找谁看呢？你说我很烦恼，找医生来，得各位，你来帮我治治烦恼病吗？我还顶顶念念佛经，佛是大医王，专治烦恼病的，你信吗？但每个人病苦都很多，为什么烦恼很多？什么病呢？是烦恼病。这么像我们这个身体，那么找有那病了，找医生治。那烦恼病要找谁治啊？
烦恼病就念经嘛，请佛菩萨来给治嘛。念经是药方，而什么呢？治烦恼的方，治烦恼的方。因为你看不清啊，有邪知邪见，执着放不下，看不破。那你把你意思端正啊，愤恨，愤恨的烦恼缠绕着你放不下，恼了你不得难。那想想佛所教授的正法，想想这个经上所说的，那就思维真是正法。正法跟这个不正的烦恼法有什么差别？贪